大家好，我是阿福。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在上海买网红月饼要排几个小时的队。一个钟头有，七个小时，八个小时。It's a very nice tradition.中秋节快来了，作为一个好的女婿，我当然要去买月饼给我丈母娘。第一家店是新亚月菜馆，在南京东路上面，有很多很多人在排队。怎么进去啊？排队。哦，在那边排队，我的妈呀！我刚刚还想这个队还好，因为有在这里排队，但是我发现那边还有一个队。阿福，你在这里干嘛？要卖月饼。你卖月饼啊？对对对，你好。哎，你会说中文？对，你们今天要买什么月饼啊？我们买鲜肉。你好，上海女婿。对啊对啊，我老婆是上海人。是那老婆叫侬来买啊？对啊对啊对啊。我自家会得来买啊。对啊对啊对啊。我也不欢喜吃。你们排了多少？时间现在搿能介排过去一个钟头有，真的、啊，你们会不会觉得很浪费时间啊？不浪费时间的，买个老人气啊，尽点孝心呀、啊，对，也是一年一个节日嘛。非常好，非常好。我发现，在德国没有什么人排队，但是在中国和别的亚洲国家，这个很普遍。不过我上次看了一个新闻，在德国有人排队借一套房子。所以其实在德国也有这个现象。你是 Germany？ 对。Moon, I'm there soon. 你好，你好，你好。我在电视里看到过你、啊。真的啊，来给我拍一个照。啊耶！孝顺丈母娘。上海人家拍马屁的辰光到了。对啊，对啊，对啊。祝女婿拎得去嘛！哎，最重要的是让丈母娘开心。开心。我这里来，你啊。For moon cake. Because it's the moon festival soon. Do you live here? Yeah, I live in Shanghai. Oh, have, you, have you tried the moon cake no. before? No, we it's haven't. Very tasty. 你知道月饼用英语怎么说吗？不知道。Moon cake. Oh, moon cake. 德语怎么说呀？Mondkuchen， 哎，德语有两样的。我讲一遍。Mondkuchen， 我讲不来。Mondkuchen， 啊，非常好。I'm leaving quite early tomorrow morning。轮到我们了，轮到你们了，哇，太棒了，太棒了！我上次算了一下，我现在快30岁了，然后如果我活到75岁，我还有16000天，哇，16000天是不多了，不多不多不多，太多了，所以要好好考虑怎么花自己的时间。但是买月饼的时间绝对是值得的，这个不是你的时间，是你用在丈母娘身上的时间。对对。对Is what you ask of me？ 拍了45分钟的队，到我了。上等五人可以跟大夏一合。支付宝吗？对，好，谢谢啊。对啊。拜拜。姚万南。Do you know whether the people are lining up here？ No. You wanna get this？ Yes. What's this？ Mint cake. You wanna try one？ No. Where are you guys from？ I'm Australia. It's not too standard of a 1 hour wait. Since my family is in Chinese, I've had a bit better than this. So how's the taste like? It's alright. Do you know what the people are lining up for here? No. We have two kinds. One is with bacon, and one is with nuts. Which one do you want? I want bacon. Where are you from? Israel. Oh, okay. We're dancing here. So how is it? It's good. It's a very good taste. It's need to be more fluffy. It's hard. Yes. Shalom.Do you know why the people are lining up here? Our guide told us it's for mooncake. Oh, have you had mooncake before? I haven't. The line's too long. So today's your lucky day. I have two kinds of mooncake here. What do you want us to do? Just to eat and tell me how you feel about it. Is it sweet? It's very good. I like the puff pastry. I like the sweet one better. That's a very nice pastry.Especially the sweet one. So would you line up for 1 hour to buy this mooncake? If I was Chinese. If it was part of my heritage, I might line up. I got lucky because you offered me one. I didn't have to wait. And it was delicious. Great, right? Thank you. Most of people buy it as a gift for other people. It's a very nice tradition. What do you think? Bacon's better. Yeah, I like bacon. Thank you so much and happy moon festival. Dear,
I'm no longer scared。咸乳酪配一根，这不好吃的，这不好吃啊，我们吃一个吧。外国人可能喜欢这个味道。咸乳酪，嗯，很不错的，还不错的。培根啊，吃一个吗？我不吃，不吃。看看，这个很好吃的。Shooting star, I'm without a safety net. Give me a ride. 排了一个小时的队。马上到了，一个多小时啊！你好，一盒牛蛙的，就一盒，对，就一盒。好，谢谢啊，拜拜。这个是上海第一食品的牛蛙月饼。你怎么跑到这来美月里来了？因为我要给我丈母娘呀。我在北京看了你的节目。是吧？中秋节快乐，拜拜拜。Tiptoe dance with me through the shadow play。你这是派对吗？月饼吗？对。要吗？要。要几盒？我自己去买。还得9小时。9个小时啊？哎，才能买到4盒月饼。你这里等了多长时间？4个小时。OK。你们也等了4个小时吗？7个小时。7个小时？怎么会这么久啊？现炒现做现卖。现在派对还买得到吗？不到了。买不到了。你们派了几个小时啊？对，你们才排了到半个小时，排了八个小时。你们是早上开始排队？早上排队的，上午来排队，下午来。这么好吃吗？没有。那就是你尝尝，每个人就感觉不一样。排了几个小时？4个小时。这里应该是上海最有名的月饼店，叫光明村。他们在这里排了8个到10个小时的。I'm on my way。在网上有一个鸡汤很有名的，我平时也很喜欢喝鸡汤，但是这个鸡汤我觉得这个逻辑有一点不对。Lebe jeden Tag als wäre es dein letzter。你不就对也看过了，但是如果我每天像是我最后一天，那我今天肯定不会拍一个月饼的视频，我会带我丈母娘、老丈人、我老婆回德国，然后跟我德国的家里人过我最后一天。我刚刚卖的这个月饼是牛蛙月饼，我还没吃，我等会给一些这些人吃，因为我觉得他们很辛苦的。要吃月饼吗？我今天带了，我肚子饿了，给我吃一个。辣的能吃吗？吃的，给我吃一个来。来，谢谢。不用钱，谢谢。你们真的很辛苦。没了。啊，我给你分一块好吗？不，这个，你知道里面是什么馅吗？有点辣，但是蛮好吃的。鸡肉，有一点像鸡肉。不是鸡鸟，不是鸡鸟，不是牛牛吧？牛啊！啊，香辣牛啊！怎么样，这个味道？好吃。谢谢你啊！不用谢。You're welcome。这个牛蛙我觉得很不错，我今天的 favorite 就是培根。你们可以在下面也给我留个言，你们最喜欢什么样的月饼，什么样馅儿的月饼？我想问一下。今天的问题来自一个 B 站的粉丝，欢迎大家关注我的 B 站频道阿福 Thomas。 青苔爱喝奶茶问我，阿福，你第一个中国朋友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这个问题问得好，因为正好和中秋节有关系。我第一位中国朋友是一个来我们小镇留学的中学生，他叫星子。我记得他是正好秋天的时候来我们那儿，跟我说了他马上要过中秋节，然后跟我分享了中秋节的背景。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对中国文化和这些节日特别感兴趣。我真的没有想到大概15年以后，我就会在中国生活，在中国过中秋节。所以我在这边要再次感谢星子，当时让我更了解中国文化。青苔爱喝奶茶，记得把你的地址私信给我，我要寄一份小的礼物给你。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欢迎在下面留个言，说不定在下一期视频我就回答你的问题。爱你们，拜拜。